Yes, you tell me. Now we change your specification, okay? Yes, no problem. 半小时了。那你在主要的拍照，就主要车内东西拍照，然后把视频节省了。哎，那就那些就是拍一拍马力去，等这一套东西要换掉，这一套要往上。要插光了呀！拍起来，换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，可能他就知道。我看看点光了，那换一套吧。改，哎，不要改，这个不换。什么？换一个杆子改。嗯，要去你这边去。哎，打完果岭了。翻过来以后就不翻过来了，你就那个机器出厂了。对对对，那就不翻了，那不翻了，再翻过去。那是靠平衡，靠什么？平衡的还是踩着平衡。嗯。你车钥匙给我拿一下，把包直接放车上，背着重。挺麻烦的，说那年代的这种机器啊，要原来价格是多少？涨了好几次的价格。涨了是，你说你这个机器三万多块钱，你说能赚个几个钱？你说现在南通那边也有在做了，价格跟我们差不多。南通啊，南通做两个规格，他肯定做吧？做不给你做了。怎么现在他们网上也在卖，也有在卖，价格标的我看都差不多。不是说，不是说真的赚点人工钱。你说，我还什么利润？我根本没什么利润的。就一个规格呢，才是实质就算好一点。两个规格。真麻烦。哎，太难。比我在里面还得高几倍啊！没有，是不是啊？你涨了，我刚开始以前干的是什么概念？我现在
那你吧。下面还能吃嘞。Thank you.